过，你先结对，婚了，都没邀恭请我。喜。我记得我忘了是谁跟我说，如果十万。哎，今天其实我虽然没有看，但是我看，那个他们 at 我们的画面，其实蛮不舍的。对啊，所以，哇，特别生气。尤其而且，是，你说，没你有，而刚刚。且就明明就已经知道结果，但在看电视还是会说最对，生气，最生气，快点猜，真的会这样。平行宇宙，要不要来集个气？对，哎，有人说有人发现魔镜跟娇娇的背号加起来是100，哇，百哇，分百的恋人，哇塞！真的百分百焦点俊。你们没事发现这种事干嘛呢？哎，魔鬼你们在结细节里啊！你们还有在私聊吗？结私束。聊，你说跟我说娇魔娇君很娇娇，吗？哎，你没看到魔镜旁边现在有个女的吗？就是娇娇。要叫出来哦！哎，跑掉了！哎，直接被讲中哦，真哦，的直接直接被讲被讲中了！中哦。哇塞，天注定是天注定，刚刚是不是婷宇也在线上啊？我邀他一下，不知道哎，我没看到。那 MVP 上来一下。他现在不在，没看到。他不在。哦，哎，我们刚刚真的都大忘记要直播哎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群聊发现，哎，好像要因为。播一下。哎，刚刚娇娇把手机这个划掉，那是不是太哦，他滑掉，打不好意思。消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荧幕没有魔镜啊？魔镜进来了吗？进来进了，来了，进来了。我的还是三格哎，好奇怪魔镜进来了。你为什么叫的那么暧昧？很好笑。哎，他说王子11加上宇宙是9等于20，艾米。Oh my god，9420，爱你。哎，他很真的。为什魔么宇宙镜，是九？你是九吗？你不是？他是六六啊。我是66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66，怎宇么宙，你自己都啦？忘记自己的背号啊。加上宇宙90，好了，这一位我是六号。有主位才是九啦，等一下，主位才是九。不会就讲错了啊！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以为我是九，因为我今天跳，我那时候今天跳高一直都是披着主位的外套，有帮他拿。哦，错了，没事，你跟主位还是那个嘛，20哎呦，主位开心了，他都不知道跑去哪。他自从赛季结束之后就消失了。真的、啊？他消失对呀、了。啊，都找不到他。他都说他去没有那个收讯的地方，我下次也要这样他群主学。也回很慢啊，说我们大家约唱歌，他也回超慢。哎，对，圣魔俊还没回。唱歌吗？对啊。队长要在那边紧迫盯人，是不是？我就赶快跳出去回群组，好，我等下 去连回。对。结束都要逼。哇，但我真的还蛮想念你们的，就是感觉好像蛮长，就之前每天都一起，然后现在有一段时对间不啊，见的感觉，真的有怪怪的感觉，好像没发生过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但是，对，就是偶尔会想念那个练习的感觉啊，比赛那种感觉，其实也蛮过瘾的。但是对，我而觉得且想你念看的现在就是是练习的，因为练习我们很 chill 嘛，就是饭。哦，聊聊天。对啊，而且现在是因为赛季还在播，如果真的播完就，你看我们就没有理由直播了。对。
这真的是都会直播吗？哦，看看情况哦，看情况啊、哦，可能不会认真唱歌吧，大玩游戏。哎，刚刚刚刹车！哎，你死！我们在直播，魔君。不是啊，我没有开车，他给我闯红灯，吓死我！喂，哎，我在直播哎，娇娇不要闯红灯哦。对啊，娇娇，娇娇你不要闯红灯好不好？娇娇不要乱开哦，不要乱开。乱开车。乱开车。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？去训练的时候吗？没来，还可以 Q 他 Q 成这样。嗯。然后我们的，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训练，然后教我不是开车，然后教教暴露吗？对啊。哦，我好在你们车上啦。你要跟宇宙吧？对。然后不是我们提早快十几分钟出发，然后我们还比王子他们晚到。是。他乱倒，还抽那次，对，交乱停变交乱开，对，没事啦。他们这里玩旁边是交交，是不是？也是合理啦，也是合理。我要拿背板给你哦，好，拿一个交交的背板，交交。我没有放了，我不要不要躲了。宇宙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在台南了。对吧？对吧？因为你有发现，我是有。对对对，而且我明天就要去打匹克球喽！不要再跌倒哦！我要跟我爸组混双，混双会不会比组威还强？而且我发现匹克球真的是，在我觉得台南好像是有点玩为全民运动的感觉，然后好像那个我们的那个教练也是有在跟我爸他们是同一个群组的。真的假的？搞不好你爸超强。他说他很强啊，我说我也还不错。大概是。明天还是你明天打的时候直播一下。我明天看一下结果，我先测录一下。Okay, 我先测录一下。我有自己版一下，对。就大家，我真的觉得你在学了一个新技能，然后就可以跟家人打，或者是哎、欸、有谁会就会约，我觉得蛮好的、欸。你看那个他们也去约桌球啊、羽球什么的。对啊。因为我觉得全明星运动会，我们觉得运动，我之后都可能在玩，只有藤球不会再玩。真的藤尽心力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太难了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在练下，你真的还是可以好好当后卫。后卫真的是不是随便可以当的。哎、欸，可是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位置都很难。对啊，我们只要谁站到那个位置，就是没关系，我扛。死亡之位。死亡之位。我觉得王子你要打后排，我说好。我记得一开始我去的时候，然后我不是那个踢后面嘛，对，然后就马上被换下来，然后小杰还马上没有把我登录进去。是因为后面我头锤嘛的，对啊，对，对啊，不然我都踢都踢不回去。对，那个后排是太难了，真的。哎，魔具那个大头还可以用成效果，好厉害哦！大头是什么？没有，那其实是我朋友那天来嘛，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回家了，就他放在车上。哎，我朋友也把他带回家，好可爱。你们的有人带回家吗？我的在家。就在自己家哦，自恋。不是啊，欧阳妮妮把我带回来。哦，那他有拿你的脸去设飞镖？那个蛮好设飞镖的、欸。还是电视机？哎呦，宕机了。对啊。弄掉。秦勇，你的发色是要一直剪短，一直剪，然后让红色。